你那顶先帮我一个人离开，安尼我足艰苦。福尔佩佩，你就是真爱耍，三更半暝无爱睏，竟然偷偷跟踪我出来。好啊，竟然好好眠床你无爱睏，那安尼啊，我就让你永远都无法度清醒。柯晨玉，你竟然害死阮爸爸，你这个杀人魔！莫非我这么爱你，把你当作会当我靠一世人的男人？办法变心变话，就是要给我赞誉。你决定要嫁给赞誉一刻，就注定你爸爸死去啊！所以，是你嫁唔对人，你爱唔对人，你这是害死你爸爸真正的凶手。爱上的不会是你亲笔发。做迄件哩，我嘛去听啊。你放心，你若真正听，想无无啊，还阁有这个专业教授伫个，我通提供你宝贵经验。啊对，你会当参考，我特别为方思瑶所写啊一本册，如何教乖亲爱的老婆。起码得救第一啊！无你教我，好啦，来就来干嘛？看你到时是安怎笑，安怎骂，我拢无见。你当问我真心，无笨手。想叫我是你选择的亲爱的老公。
别便宜。旧病人想怎？啊，是旧病人突然发病，情绪无稳定，我赶快来处理。院长，你实在足热心嘞，遐尼好的医生，真正是足难得，辛苦你啊！你嘛，较早得休困啊。替你注射一支乖乖针，你即马应该就乖乖呀。你着带只好好休困，嗯？啊，搁有啦，这个药啊，你着食落去，你应该会感觉较轻松，较好困啊。你应该好好照顾你家己啊！你若无，你天天的爸爸会足艰苦哦。阿哥，你爱乖乖听我的话。你若无，我会无欢喜。看着你过去对我这么好，佮帮助我摕到这么便宜的婚书。只要你愿意乖乖听话，我就你话了。好啦，你若是不爱吃药啊，这嘛不要紧。阿姆哥。我会想办法，让你为一群人在内底困搁较久。叫什么名？啊对啦，方思瑶，对不？今嘛，你应该愿意乖乖吃落去啊。对吧？效果特别好，所以啊，你伫遮，不管你是话较大细声哦，你拢是无采讲的。